家好，我是小鱼。我今天把海瓜子放在烟熏里面包，我现在开始准备烧火，把火烧上鲜。烟熏打开以后，那么小一个烟子。那个椰子包海瓜子真的是很鲜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喜欢小鱼，请关注我们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